对方太不好了那个位置。这个球横移之后，陈成威追到了。陈成威的这个跑动速度真的也可以帮到投手很大的忙因为他的移动范围就会比较广形成了出局数。潘杰凯也有回垒企图也是想看能不能够踩垒包再往下一个垒包进攻不过陈成威这个球倒是接到以后要赶快回传到本垒内野来这边来处理会比较好这个球又要看陈成威能不能在边线附近有办法接吗跳起来接接到吗他接到了吗 nice play, nice play 又是陈成威最后呢在墙边呢跳起来把这个球给没收是一个界外飞球的接杀三人出局结束了这一个半局身边你怎么哭得比我还惨好了不要哭了